迪丽热巴因为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白凤九一角而迅速走红，那个演技好，颜值高，真的是迷死了多少的宅男们。那么这么一位高颜值高演技的迪丽热巴有男朋友吗？这对和鹿晗的 CP 不管是爱情还是兄妹情我都占了。在第五季跑男热播的时候，迪丽热巴和鹿晗在一起，两个人一直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，因为两人在跑男节目中的互动非常的多，同时看上去也非常的甜蜜，不用猜测就是恋爱了。当大家看到这张图的时候，有没有胡思乱想？大家是否还记得陈伟霆的演唱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，那就是小师妹迪丽热巴。随之两人的恋情遭到曝光，最后称其是助理带自己进去的。在拍摄之余，迪丽热巴也是非常喜欢搞怪的，她喜欢去跟其他的男演员进行互动，一起搞怪娱乐，同时也难怪会造成粉丝们的猜测。不管怎么样，很多网友还是支持她，无论她的绯闻有多少。